刮刮乐，乐乐刮，乐乐爱刮，刮刮乐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刮日常，我是乐乐。来开一本国宝，今天来刮一本国宝，这一个票号，这一本是1189059票号。考一本。国宝直接开怼啊，这个规则的话也是找国宝啊。看出来国宝字样就可以中奖。大拇指的啊，大拇指是中5倍啊，大拇指中5倍，这一个是20啊，40中20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个国宝单个中600啊，单个中600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活动是100以上啊，然后是加送100，这是一个100块。然后这张上面是刚才是40了啊，这样这是累计返奖是640了啊。好，单个国宝中600，相当可以啊。来下一个，继续看能不能来一个双爆啊。640，这是660，累计660中20。刚才这一张没中，刚算错了啊，这是一个700，600加100的啊，这是一个700，740，这是一个760，把那100忘了，来看这一个啊，这是一个30，790中30，又来一个啊，这是一个60，这是一个850中60。910中60，930中20，950中20，970中20。后面可能还有一个30或者20啊，那个990块，来最后两张，再来一张，30有没有？好，那就没了啊。好，这样了啊，这是国宝，这边是0059票号啊，9059票号，报一个600的额外，非常不错，活动期间600，100以上送100，这样的话是一共是700的额外。累计返奖是990，相当 nice 啊！好，我们下一本继续冲刺啊，朋友们，公益彩票，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